煮了话俾食好咯。感谢主啊！那今晚先拍开四篇十五章，头一节到到第五节，四篇第十五章，头一节到到第五节。那今晚拍开四篇十五章，头一节到到第五节。我这是第三课，我甲你讲到主的款，大家讲主的款。主的款。那要怎卖？我唔是我讲到主的款对咱安尼要紧。那圣经甲咱讲，咱的生命是照着主的形象所做的，主的款式所做的。We've been created by the image of God。用了主的款来做的，那起初人是上加神的那款，但是一个问题发生了，就是咱人失去，完全失去了主的款。当一个人失去了主的款，就无上加神的款，就是咱的生命就落在你罪恶下面，罪的破晓啦，叫破坏了咱人的神的形象。所以人一来唔得认真人。这人若是唔正人嘅，点样灾祸就来了；这人若唔正人嘅，点样就无平安了；这人若是唔正人嘅，点样兄弟姊妹都罪来自发生了。所以等咱人嘅心主了过后咧，主为咱做咩咧？罪都对，恶都对，也宽。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嘅，点样做一个人嘅，点样其实，予咱人一个宽，一个包容的核心。安怎睇得对，还是安怎做得对一个正正的人的款？那兄弟姊妹，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咱恶意，咱恶意的生活，恶意的情形，点子啊？恶意款点子啊？就生命改变。那今日白白来看，咱们培养的，来讲培养主的个性。培养主的个性。兄弟姊妹，一个人的个性。的望福，一个人的个性本会遭灾祸，所以今晚咱来看，上帝叫咱做啥物？哈弥圣经四篇十五篇第一节到个第五节，十五篇第一节，圣经的记载讲，耶和华最最会通惊大来掉落，最最会通大来圣山上。就是咧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内讲老实话的人，大家讲行为正直，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做事公义，心内讲实话的人，心内讲实话的人，接过来，一无一字头来，讲歹人还是冤枉人。无恶大朋友，也无归堆来陷害隔壁的。伊目中看清做贼的，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伊起了酒桌，虽然吃亏，也无假。伊无放借提利息，无何一个贿赂就是吃亏。来害无罪的人，行这代志人也叫永远无忧担。特别阿头祈祷，耶稣求你圣灵祝福兄弟姊妹之外，可以能及早去参与你话，让些人生命改变。耶稣求你圣灵祝福兄弟姊妹，感谢你听祈祷，耶稣求你圣灵救。阿门。这段圣经来讲来较清楚，哈密款的人有在了个主的当下，哈密款的人。该主的同行同在，主爱甲虾米款人同在，祝福虾米款人，虾米款人伫大地的圣殿、伫圣山上，都是迄个行为，都是伊所做的物件，正直公义的人，啊，即讲到外表，然后再讲到呢，心内讲老实话的人，常常咱恐对心，对不对？心内面总是无正的，但是上帝疼爱。是你心内讲诚实话的人，然后众人无害人，伊无参加歹的人，做贼人，然后无对迄个陷害人的人，
伊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这种人正直加一个谦谦。伊虽然欺酒醉，答应了人，讲的话答应了人，虽然吃亏，伊咪做。看到遐种诶，啊，圣经讲安尼款的人，永远会有忧担。主要给他担灾，主要保守伊，给他生命撇灾，给他自己忘乎。哎呀，之外，听到我的大姐讲，咱要培养什么？主为咱保养什么？大姐对我来讲，培养主的子。培养主的子。哎呀，之外，主是一个子的人，子的神，子的神，伊为咱上界呢。做一个真的人，真的人，看到现在，要按福音 John， 要按头条第九八十二节，要按福音第九头条第九节九十二节 ，John chapter one verse nine to twelve， New Testament， John chapter one， 圣经记载讲。那个龟就是真龟，要照顾一切生大伫世上人。反正也是话，那个龟是谁？那个龟就是耶稣。然后圣经叫那个龟叫真的龟，耶稣就是真正龟的龟。然后这个龟来到这个世界要做咩呢？就是照顾黑暗的，或者黑暗的隆重变做龟，照顾一切世上人。那现在正话就讲个正清楚，今日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要照顾咱啦，予咱个生命重心行伫光明的道路内面。古早安怎款可以回忆了？今日开始要做一个无相人，做一个真的人。然后圣经来讲，伊在世界也有伊所做个，世界却无真捌伊。伊到个世界，伊到个家己个所在来，家己个人却无接待伊。凡啊，接待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赐予伊人权柄做神的子儿。那遐只话，你注意到啥物件？圣经人讲，叫咱都要学主耶稣的规矩，咱把咱变做一个真的人。啊，真的人有啥物款的福气咧？咱来看，一人信主咧，点子啊？伊变落来改变，咱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四章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24 又说出第四章十四章圣经讲并且要请到新人这新人就是照了新的形象所做的有真理有真意和圣洁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定要会改变这个改变就看有信赖有真理哦，有利益哦，够圣洁哦，这三项都是为真。那兄弟们，你知唔知等阿摩字啊？信息啊，这信息这个字安怎来的？乜讲俾你听？这是罗马人啊，十九世纪中古世纪，人家的罗马人真正属教雕刻，迄个。雕像用石来雕刻像，那兄弟们，有时啊，要有迄个无好的迄个雕刻像，就是雕工，这个雕刻的工的工匠呢啊，伊人有一个问题，达到迄个石头啊，还是做了无一个起雕的啊，无无水啊，伊人就会做啥物件，就是用蜡来磨。像你车搭一空破土咧，攞一个用蜡来抹，抹个水水袂死哦。但是这个蜡问题哦，是头前照着个，伊好起了。所以咧，那是好个工匠，贵个物件，伊咱通常在伫伊个箱内面咧，刻了几个字，都是希腊文的一个字叫 Shera 就是。蜡艺术 ，wax 的艺术 ，OK。然后，伊那是好的照啊，好的相完全无破相的啊。伊那就会刻了新石蜡，新石蜡，新的艺术咧，就是罗马画的内面，就是无艺术，一种无蜡的，无蜡的雕像，真的，不是假的。然后，不是包装的，
只要真是用刻出来的，哇，这个就来改变了。所以这个神小的这句话呢，就是大这个罗的罗马字，就是神斯拉，到了尾来变做神小的意思。那还怎么？Sincere 的意思就是 without wax， 到了尾来变做 sincere 的意思，也即真心、诚实、祝福、无假的意思。那样子么？一句话就变做奇妙。你看见你世界人，敢那嘛是我啦，整个效果要搞个水，搞个人好看，是不是？搞了一点子，让人看到一时外表的好势，外表的有镭。什么物件？拢讲的是向大来讲，唔系向小来讲。所讲的拢是看家己的不足，看家己的欠缺，是不是啊？姊妹，这就是当今的世界。这个世界无过再有真实的物件，无人人对人，物件对物件，本是无真实了。遐姊妹，这世界啊，无老实了。你看上对官顶教育的，不无老实了。是不是国家的领袖啊？不无老实了，无论啥物国家，阮常看出来一个问题，对国的人，伊人骗的贵来讲，骗的贵就是对国的，骗的贵就是对好的，骗的贵无人知，就是对用的。这就是这当今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好无啊？无好，那样怎么？这世界干呐？这种的情形是空调呢？浪中是潭油，内面是烂个了的。那这种人就比上帝公义来徛未在。今日咱人只咪教会，咪上帝讲会咱做官，伊个官照咱人个点啥，就是要予咱挖个官来，都是予咱人吃会见证。伊到落来个新主来点啥，要吃会一个真人，要变做一个真人，像个耶稣呢，无一点马也无诚实。那遐只我为了赚物件，你无信心用手段有好咩？那你用手段来做事做生意来讲，白久的，早办就出事的。你是一个生意人，就算你是一个奸商啊 ，OK， 奸商啊，无老实的啊。我为了你要找无老实人做生意呢，还是你较相信一个老实的？你虽然是无老实的，你相信一个老实的啦，是不是？对吧？那兄弟姊妹，讲到对人关系点先，看到这个情形，咱在这世界行，是不是讲无老实？啊，就是好咧，老实都是佛是本咧，要老实可能会让人老，都会让人害一寡事。但是我跟你讲，上帝徛伫位，做基督徒的我跟你讲，咱无惊吃亏的，因为主耶稣徛伫咱位。一点都无信的人，反对，那是一个人做生意也好，做事也好，那是行歪欠歪道路，拢总要扛，拢总要骗要老，未顾的，骗老会行落当，也是老实会行落当。我唔是告诉你听，在中国有啊，有一个小小的经济啊，那，这个。桂枝香啊，卖桂枝的，卖苹果啊、番仔啊，卖桂枝香的，这个家庭啊，然后伊个老爸是一个奸商的啊，知道？偷偷去骗你啊，偷偷去骗你啊，通常伊个官司是咱做，一箱的苹果啊，面顶硬是水的，下底硬是水的，中间烂的啦，伊卖出去就无事啦，无事面顶硬呢，人开头前夹起来看水的。开后尾庙，行出来旁边是水的，但是中不是烂的。你就讲你想做的哦，你生意好啊，无讲真好啦，安尼啦，对啦。但是这是伊关系咧，伊老爸感觉了，那是种臭的无出来，讲咱就了去啊，常常用那个办法。了伊囝自己都拜了耶稣，就信主了。信主咧，当时啊，有时伊老爸就咧告诫，因为想咱做的为老爸。但他们干咱做生意，大都是干咱做的。啥物物件都是种草的，会顶唔顶水的，就是咱。啊，因此话，伊只叫人信主，伊才讲，咱人就要信主啊，就要做一个真人、老实人。只老百出归路，点啥？正交代、反交代，做规矩、会记啊。面顶好的，下底好的，中放烂的，放个无好的。
伊个心小到描写了，伊个心小到描写了，因为心主啊未成熟啊，伊个头头又白无地了，是啊，伊个将归乡的归子，草的当中的物件，囊中归乡归乡，真个水好嘞，当然是卖地卖个过程，你要加些字，个加些真嘞好的苹果。这就是真的好的苹果，就写在后面。但无久过后啊，伊就接到一个大听大路，就爱订出一个位置，就像。迄大条我就回应伊一句话：，中国人看到唔也是真的好的苹果，一开来看无一只歹哦。所以人决定改订大订大，从今日开始，从今日开始咧，伊的名声就来就可以成立，做不完，做不了。是嘛？真都无好咩？无一定。老实无好咩？无一定。老实，反对就是人行会久的道路，光明正大行会久。那这个感伤无一定会行会久，但是这个老实会记录到会相信，伊虽然有当时吃亏。问到主的名，唔敢行快乐，但是我甲讲主的祝福的道路，行长久，望好，阿门。新主来到生命之外，咱的生命无常了，咱就要改变的，咱要成为归向个耶稣，安尼变作真的人，无搁再讲骗话，无搁再心内面无老实，听真话，即咱就要从主内面学习的，好咱人的日子光明，阿门。感謝主，啊！我哋家庭嘅改變，那我笑都笑過。一個人若是無錢，當你笑嘅無錢，你慢慢慢慢，我同你講，你對一個人無錢咧，因為佢個性已經是培養成無錢、無老實嘅個性了。當你對人無個性，慢慢慢慢，你對佢家己、對佢家內嘅人、銀行嘅份嘅，攏種無老實了誒，你騙關事了係嗎？他明明叫你騙了係嗎？骗久了变作一个关系，伊无骗才不晓讲话呢。伊无骗呢，伊就不晓做事。看你姊妹，这个好啊，这就是破坏你家庭、破坏你产业、破坏你关系一堆大的病。看你姊妹，这样老实，确实会将问题更加容易解决。扛。用骗话来讲，用手话来讲，别句话，唔对就是唔对。他们是老师，声音假人一句话，对简单，但是无用做。是就讲是，大家讲，是就讲是，唔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那假讲，那假讲，都是魔鬼讲。那是魔鬼讲。啊，简单也说假的，是就讲是。讲是，唔是就讲唔是，唔是就讲，那假讲，那假讲，都是魔鬼讲，都是魔鬼，魔鬼会惊啦。哎呀，姊妹，老师就是那个单，我到云阳就见证，到你香港，这是 MGB 呀，福音啊，商人啊，这从业人上团契，这是见证，有一对夫妇啊，都是安啊。我先注意他们的头家，哇，真古哦，我真像 playboy 啊，唔知，真 playboy 啊，哇，够好嘅啊，嗱，所以话一世纪乱过咯，过架就看怎么硬摸咩离婚啦，所以无都好啊，伊唔好接受你阿嫂，接受你阿嫂咧，咁先啊，无解硬离婚咯，咁你揣硬先注，即系硬先注在你注里边，哇，嗱你生命关者硬去接个 HGB 厂 ，HGB 厂嘅特别事务主。然后我讲，我是一位人，人个生得缘投，人请一查某我伊个，伊就请一个秘书，秘书是假个，伊伫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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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但是秘书伫我，伫我，伫我，伫去嘛，做手段人伫上班办我伊个，真正是假个，想要搞伊啊，直接两车带秘书去应酬，参生意人面，伊秘书做了卡手，吓到伊惊去，然后就是咧无着地就是。解秘书就是唔知的情形，就是唔知我知啦嚇。起来點聲，我一開惡位啦，你知道？你看新主啦，上來一刀解啦，刀，伊波都離開，伊劇情完全破啦。
伊卖的在我一刀是着摆上台的，明白无？伊无效的，你知无？但是伊就是临手主要北方物件，贵人就是安尼款货。伊唔知咧做咧，所以贵人该惊，该之类，该坎坷的，你知无？因为这个话，我在伊，我得到伤，伊我得到离开的。伊卖了钱，我成日伊无病，伊走噶，伊去 MTV 的伊阿弟咧叫伊阿弟叫来，有人甲我指导，我唔知哪好，查咩咁少？我真系无条件的情形啊！就是我可能拜位必须安尼咁对我，结果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做咧系讲，我唔知哪好，伊拉兄弟都真可怜，这些兄弟啊，白白为几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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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兄弟都感动，老实讲，苦主人几多都老实讲，我成认罪，去买花讲我认罪，然后这些兄弟都无病啦，不买卡啦。伊就安排一个 restaurant 买一棵的花，伊本来奇怪的，不是？安那买花有嘛？有没有看到啊？哈哈哈！哈哈哈！买花出来吃，吃吃了为什么？这个安老了嘛有，牙花改叶毛，你要改毛，成一个光就一个正，就是伊的秘书啊，奶奶。然后，伊犯罪了，伊得罪伊，伊求伊求伊某，卖离开伊，伊某怪容易，伊某听过点啥，未讲话，伊一闹一吼一吼，伊讲改了，侬改了侬，不是啊？伊大兵未出声，唔敢出声，自己未用改了，下一步面板条啦，伊面心笑，那伊某该离婚来讲，无伊结尾一半，伊咪怪伊承担啦。为伊家，为家己，要怪伊承担嘛？惊到外母来承担，伊做唔到。伊要接受所有的审判。伊甲主讲，做咩只要点点等伊无好了，一段点声，伊无开始开声。伊无甲老公，我真感动。古早个刀头尖，根本无感觉，有啥物代志，有啥物唔到。他们去到新竹来，他们想，我竟然会躲在面头前认罪，你莫该讲我管你，你莫该讲我管你，伊人会见你管你更加亲密，做伊面朝就可以见你，结果杀掉你查某，用镭解决杀掉你查某，因为怎啊？诚实无谎咧。但是我跟你讲，那是做一个智的人，会将大事佮家己解决。那是讲无一条行智的路，行智慧，会将大事佮较复杂。做人诚实诚实，当当当，我来讲当当，开起来讲，是就是，唔是就唔是，是的都。去改你阿弟，家己不是唔是的，就讲 sorry， 是不是？我只讲我管不着你，那我是爱面嘴啊，爱尊严，爱尊敬，就是正正正，点声啊？小妹子，你话都淡嘞，你话都了解，你话都讲声。简单一句，简单一句呐 ，sorry 我唔对，哎，过了，对不对？即系嘅，免解释了喂，免讲咩唔对就唔对，人嘅唔对嘅嘛。我一人会稳到的，对不？就是简单说你我唔对，说你我唔对，来过来。种代志清晰的、真实的、诚实的、真正简单的，搁真正完全的解决，无够好。来，姊妹，主耶稣叫咱人做智人食阿伊的呢，像一个智的官呢。那鬼叫出来咧，就无暗的。那无暗来讲，伊暗起来就大咧。所以上帝为咱做一个鬼的家己光明之子，人做人爱光明正大，光明正大，莫惊鬼咯，莫惊无暗的咯。我咱的生命会起阿啲债，你比上帝更加正，上帝祝福啦，阿咩？感谢主，第二下来。来讲，咱要培养做善，培养做善，善良良善良善良，
the goods of the Lord. Hope 上帝 hope 主耶稣的 hope， 因为咱人的主是有好的心，是良善的心。阿门。来看诗篇一百篇四到五节。诗篇一百篇四到五节。Psalms 100 verse 4 to 5。圣经咧，起来讲，当感谢进入伊的门，当俄罗进入伊的院，当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伊的慈爱存到到永远，伊的信实直到到万代。感谢主啊！伊的信实直到到万代。啊，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记载讲，咱的神是良善的神。然后这个良善是要叫咱做好伊咧，咱来看诗篇第三十篇第十七到十九 ，Psalms 37 verse 37 to 39，诗篇三十七、十七到十九，先讲到离开恶，行良善，行善，就会通永远平安的徛住，因为亚华。喜爱公平，无放杀伊的圣灵，伊咧伊人永远要受着主的保庇。但是恶人的后代就要被践踏，伊人就要被承受地土永远徛大地虚平。啊，所以我记着，这清楚的圣经讲，信了主人会离开恶行，行好的路。然后行好的路，行善的人，有善心、好的心的人，伊要永远徛住一条平安的徛住一条。这个平安就是看无无收入，你记啊，上帝是徛住你好人位，大家讲上帝徛住你好人位。上帝徛住好人。因为上帝是好的神，唔是歹神，魔鬼都徛住歹人位，所以咱是上帝惊是咱就要做好的，你做好咧，上帝保庇你就谈好的。主在那看到，这是真对的。啊，咱来看《箴言》Proverbs 十二章二十三节，《箴言》十二章二十三节，《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 ，Proverbs 这个 Proverbs 不对。圣经讲，好的人、善人、善良善人，才叫好妖，才叫贪着妖怪恩惠。然后用着诡计的人。亚华定到定伊嘴，用诡计、臭阿鸡，诡计就是臭阿鸡啦。常常用臭阿鸡啦，上帝就定伊嘴。人做了恶行，未在了见你咧，伊人的心永远未有动，清楚？清楚吗？圣经讲，迄个好的人啊，定到受着主的恩惠的。然后咧，常常用臭阿鸡、用诡计人，上帝要定伊罪。然后落来讲一只情主，歹人徛未了的，未长久的，好人的根啊，永远不摇动。哇！感谢主，兄弟姊妹，你看这物件点啥？咱信主的人，咱来到主面头前，咱的心有想呢？当然，咱是有罪性的人。咱上面行拢总是歹，但是咱心主了有圣灵在咱内面，点声？咱就要朝咱的心行对的路的，行良善、行好的路的。咱的心未使过恶了，未使过是非，未使过用了诡计、臭阿鸡，用了手段去陷害人。但即卖，迄个道开始就要做好心，那做好心唔是有教导。会这样做好心是有教导的专利哦。这个做好心嘛，是上帝做人的定律 law，the law of the creation of God。这个人啊，上帝做人的东西，上帝讲善也宽，那那个上帝是好的心，所以做的人呢是好的。本性就是好的，本性是好的，但是因为人有罪，咱接来歹的思想、歹阿鸡、
歹心入来，把人生命，然后慢慢去接纳接纳咱好的心，所以人就来自恶。一个世界的人常常行恶路，行歹的恶行，都是因为人的罪充满了，才行歹路。但是咱的心不是那款的，咱的心是好的心，所以基督徒，你心出了背后，你心就要改变的。咱会知的，你知道？咱若歹心，咱会知的。咱的心若上无好，要含排用手段后尾路，然后要讲后尾话，要用一个臭阿盖去害人，咱会知影的。咱凡是一个小动作，一个眼神、一句话对众人的代志，吃思索，咱做个思索个了。明知个对的物件讲来唔对，明知好的物件到底转来无好，啊，这就是愧诈的人，这愧诈的人。上帝讲，那个人要定伊的罪，伊要定个愧诈的人的罪，伊无教一个愧诈人当行。那遐怎话？做人做主的家己，心爱好，心爱好。那做了几多多？心都未好，我唔知你是唔是做多。阿咩？因为你上帝是好的心啊，你心意啊，你生命该改变起来，变成好心。但是你心能够留了恶，你心能留了愧诈，如果做了愧诈的物件，你做了恶的物件，做了歪巧的物件，哎呀，姊妹，你心那是无好，你心那边那是恶多，你有变成社会得救的人？那是你讲的是比较多来讲。我同你怀疑，有高低有新主，因为新主人是要改变的。听得清吗？那你上帝带领你就好了，咱的心要改变，加入一个良善的心。那我不讲这物件，你哪好心呢？你哪好心呢？我跟你讲，你是温柔，哎，好心呢，你会收到。人的这个take advantage， 就是讲贵运咯，受到人的贵运咯。但是咩机场物件，你无论可能看咩也好，还是人用贵运的手段对待你也好，你免惊，你做好神的，圣经人讲的，你祝福你巧的，你看顾你巧的，无类的艰苦的。就是祝福耶和华上帝，伊就保庇你，祝福你。所以基督徒若是讲会晓做好的，行伫良善道路，心内面决定向了正直的，最后受保庇。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若是受害，若是基督徒若是讲人堪忍，人用着好心，可能做来讲，我跟你讲，免惊，主会保答你。咱希望做报答，较好给人的报答。咱继续坚持行好的路，坚持行良善的路，坚持行好心的路，主会帮助。比如讲，你要积攒物件之外，一个做好事，交到未来就赚着好报。这个不是有教讲的，这是做人，上帝做人就下落来，就是世界的定律呢。那遐姊妹，因为这个世界拢行来行，上帝讲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遐个若是讲为着伊个名来行义路的，做好心的，伊要吃到好的结果，伊要赚到好的。遐姊妹，你袂记啥物件？上帝大刀是徛在滴好人的所在，伊就来看顾你。遐姊妹，你见？你经历生命，跟你生活，跟你心是欲偏向善，还是偏向恶？咱人会经历，咱人会经历。听得清吗？当你经历到点啥，你就看好去；你若经历到点啥，早晚一日，上帝心话会引到咱。所以，姊妹，这个性也重要。这个个性就是总会改变的。这个人的生命是新主的东西，圣灵在你的内面得到巧你，得到巧你的生命，让你在你的内面改变，让你在你的内面变好的心。
那是一个生命，那是要变好的心来讲，我们拢要怎变？我们拢上帝话咧，要行一条基路，好的路，无会行。但是我来讲，解答，当你人改变，点啥？你规个生活一切拢改变。你生命行到你黑暗的道路，你就要接受恶的轨迹。罪的尊重的领导的生命，所以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为着最好啊，为着我们好的那种。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话叫我们对他行，坎坷歹行到到尾是求我们脱离尊重，求我们脱离罪，让我们回回离开罪，不落到那个罪黑暗的里面，不受到罪结果攻击。魔鬼不能引导我们的生命来做工，因为你是一个好心的人，上帝改变成我们一个好心的人。阿们，你要信吗？来，我们看第三，我们培养我们看主的圣经，来讲培养主的水，每次来培养主的水，主的水，我们看到圣经在诗篇第七篇第七节，诗篇第十七篇第七节啊，第四节，四篇十七八，十七篇第四节。圣经咱记载有一件事，我曾经求耶和华，我当今还在要祈求，就是一生一世，行徛在你耶和华的圣殿中，来看伊的恩美，在伊的圣殿中来祈祷，来问神。那代表讲出话的是啥？到底伊个目睭内面，咱个上帝是世界上最水的物件。到底看到上帝啥物物件水？咱来看。马可音耶稣讲个出话，目睭就等于 two verse 36 to 40。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6到个40。马可音。圣经记载耶稣讲了句话，圣经讲耶稣对伊讲，若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为神，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第二个就对着来，就是爱人上个爱家己咧。这五条的诫命是律法甲神的一切道理的结论，一切道理的中间。一个关键，但是话，你看到耶稣讲出话念啥？伊将所有十诫、所有犹太人、所有法利赛人所写来的律法，要对来向了上帝讲两项物件来。伊讲其实要来成为一个对上帝话人、对律法人才会呢。头一个要爱主，第二个就是要爱人。但是话，这边讲到啥物件？那是讲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要表现你爱主，就是你爱上帝所做的人。你若无一个爱人来讲，你无一个爱主。到底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到，那是一个人无一个爱的看会到的兄弟，变作爱的看未到的神呢？所以啊，姊妹，你知影上帝对水的一个情形是啥物事？上帝对水一面就是伊疼爱罪人，甚至将伊独生子牺牲到十字架顶来救迄个背叛伊的罪人。这个就是全世界对水的一个图画。那像姊妹，今上帝做啥物件？伊去爱迄个得罪伊的人，伊去爱迄个背叛伊的人。耶稣是在十字架顶，为着咧背伊背十字架人死啦。耶稣在十字架顶，为迄个鞭拍伊个人，穿一个刺个布个人，然后陷害伊个人死在十字架顶。主耶稣为着迄个将叫抬死啊抬死个人，钉伫十字架顶。那兄弟们。这个就是世界上最水的图画，给人心中的那种爱对观点对亲的功课，
是啥物啊？唔是爱，可爱啊，唔是爱你家己人。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若是你单单爱，迄个可爱的人，你会通爱的人，你甲差无咩分别。差嘛是爱你家己的同伴，甚至伊的朋友；差嘛是爱伊的伴侣。诶，提示人白白提示人，人嘛教嘛讲义气，都跟差无咩情差咧，无情差，都无咩特别咧。正正特别咧，啥物咧？对上个天平咧，完全伊爱罪人，伊做日头来照好人，温照歹人，伊看过好人，面看过歹人，伊为罪人定死十二件，即个就是对关。即个观点，你叫做无条件的爱，即个上帝为咱人基督徒上加伊的完全。咱即卖，咱来看，圣经人讲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节到廿节 ，Romans 12:17-20， 圣经人讲唔通用恶过恶，即人以为水的人会留心去做。那是行行，总是要尽量跟人和好。亲爱兄弟，唔通跟你心弯，甘愿让步，听主咯，听民主咯。因为敬神敬上帝来讲，主讲心弯，就你话，我就要报应。所以你那受亲戚兄弟的冤仇，我要了回家，那是嘴大了回忍，因为女人行的，啊，咱行是将的飞团的飞堆。对到你的头上，那样子话，耶稣教咱讲，万不行，对咧得罪对人好，但上帝睇到不行，因为你不行会点子啊？无咧，一派，如果对一派，咁你想分派，那样子话，咱家己和咱家己路来决定。主耶稣叫咱们手前去，万一不行，和主来伸冤。主得到神愿，伊是公义的事。那是一串唔对的，伊会审判，会审判。伊就教咱啥物件，你完全人来枵来食，嘴大来啉。如果你看当年将一堆的灰团堆在头上，兄弟们，有意思啥物？叫伊罪更加大。啊，对兄弟们，爱来面对断点的所在，唔是爱你不爱啊，乃是爱你无才爱啊。这家很好做，但是靠条主就做得到。有一个皇帝，有三个囝，然后要死了，两相在要交，要将伊的这个皇位交予三个囝过去。然后伊心里面想，喂，皇位就要交予你心对好的囝，伊就想一个办法。伊就叫伊三个囝来，等伊要离开伊两声，伊要死了两声，破病了，叫三个囝来。如果咱查到伊两声，咱出去外口去做好，对来报告我人，报告我听，有人做过啥物好事？这三个囝就出去了。三个月之后，这三个囝拢总对来。头一个囝就甲伊爸爸讲：“爸爸，我做了一个好事。”等我大个客栈的店上，我捡到一包的珠宝，一包的珠宝咧，我无家己独吞也了的。然后我交予咧柜台 reception， 迄 reception 找不对的主人喜欢的。哇！伊老板讲你做啊真好，但是无特别，因为这个不是你物件咧。那是讲你那是无型人，你甲差无咩分别，是不是？第二件我讲爸爸好吧。我做一件好的手术，有一个点子啊，我跪求的点子，我看到一个囡仔在倒来讲话，哇！你讲里面，伊会讲老了真急，所以我卖无未记讲我的名，我跳下水，将这囡仔救起来。伊爸爸看到伊，就甲伊讲做得真好，但是无咩特别。那是讲你看到一个囡仔在倒来讲话，卖救来讲，你讲是人咩？是不是？对哦，没得变。第三个囝就讲爸，我无做到啥物件，但是有一日，我爬去山的东西，我看到一个人蹲伫一个山边位，个干部咧，我倒落去了。
我走近看了，原来那是我的心地来，我原是人的，这已经做袂我的。其实我一脚踏伊就落地了，但是我无咧做，我叫伊请。但当我叫伊请，了啥？伊唔单止无感谢我，佮骂我，佮将我拍出去。伊老爸看到伊了，啥来讲？你做我最好，你应该可以受得死的，但是你却犯了一个见到你先的，我将会安慰好你。大必王圣经里面大必王就做了一项物件，所以即使人做唔到，上帝佫是讲，伊是合我的心意。你记扫罗王嗰啲无大无智对杀伊。有一刀掃羅王在那裡看著對殺他，怎麼走走走走都沒下去投他呢？掃羅王在那裡一個坑的掃坑的崩塞，然後他整個兵然後就躲在那個掃坑，就躲在那個掃坑，那個掃羅王是人的，哇一刀就是掃羅王死的，他從那裡開始就坐王位了。但是他等那個兵然後看死掃羅王，他說不能動這個神安立的仆人，我不敢動，和上帝家己心怀，伊个人挂苏罗王的一地的三角起来，伊走一回回对苏罗王出来，两只养苏罗也来三角。伊讲喂王啊，哈密苏鲁对上我，你看我本来抬脚你喂，但是我无能做，你是上帝所安排的，愿上帝来分别，在你面头前最最是奇人。所以说我们这些惭愧，因为大兵啊，你比我不然他一直在台死的敌人，但是没人做，你看上帝的面，但是这样大兵我们到底上帝信任上帝教的，但是这样好像对于关的爱，对于关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但是这样我们分享一个叫罗曼蒂故事。这人也出名的，这人是那些1959到1958年的人，叫做 Oliver Cromwell， 历史的人。他是一个王，一个将军。当他做将军的人，就是他提兵去占领 Scotland， 归附 England。这个将军是真正狠，真正有势力的。我今日不是要讲伊，我讲伊的这传记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伊有一个兵丁犯罪，做唔到代志，然后死刑，伊破坏死刑。明仔早起6点，伊就要好一个兵丁死啊，然后总兵兵兵接到伊位里面，你针头会刀到伊面。然后之后，犯人就跪在那边，正人就在那等了6点，就当一个头就跪了。但是那边自己鼓，自己鼓，自己鼓，无声哦，无弹声哦。伊过来坐，过来坐，过来等，果是无弹声哦。伊就直直来，直急了之后，伊就叫人去切。然后你揪正的人啊，你真唔知系正是咧，一日咧咁样，好似大腿浪的嘛，咚咚咚，好似个叉，大叉浪的嘛，咚咚咚。嘿，你揪正啊！你揪揪，你都白，无声出来，咩奇怪哦？有人闹咧，伊就真正刺激的，他妈奇怪，伊就冰冷的冰白起去了，白起就对关正的所在，你看到咩了？你看到一个查某冷到伊正，然后伊大腿就挥到你家家，这查某就是咧要死了犯罪，冰的爱人。当伊看到你查某，就咪你查某已经是差不多要断气要死了。为神父就伤了，就是让你腿震到你的神父，不让他的震的声弹出来。因为这条书，这个 Oliver Cromwell 下面也定了罪，他说的是古话，爱会载到加强一切的罪，这是圣灵话的。我不知道你安慰有人做，我告诉你们，哎，你有安尼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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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所在就是爱，今日耶稣给咱学耶稣，咱怎么？等咱学着耶稣的真，还是讲耶稣的真？耶稣的真，耶稣的善，耶稣的水，耶稣的水，咱的生命唔要是活活的自由透白，蓬勃的自然，为生命的改变，为家庭的改变，为生命的改变，为一切的改变。阿们，主为大大祝福你，因为汝叫做伊的子子，伊要去担债，甲汝担行，汝担行。阿们，各位姊妹，阿即个强调哦，来，阿汝起来，阿汝起来。